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什么都可以拿来卖吗？你可以先拿过来估个价，再决定卖不卖。你喜欢黑胶？这本漫画我也看过。你有全套吗？有，在家里，下星期拿来。可以快点吗？你住很远？附近。但仍向着前，谁在命里主宰我？大的收不收？不急了。没有人急了。篮球也不要了。我不会打。我暂时称这个客户为杂物小姐，因为她要卖掉的东西实在太杂乱。哇，就你自己？植物收吗？死了就扔掉吧。三年了，他都还活着。我也见了你两年了。放那边吧，等过了明天帮你处理掉。久不见，你的东西卖完了。他不烦人，喂他吃青菜就可以，有空可以放他出来走一走。他晚上睡觉吗？只收吗？环保袋可以，废纸不收。杂物小姐，这三年间你除了乌龟、枯树、废纸，还有多少东西未扔掉？手表我们不收的，不过你这只卖不卖？你不是说不收吗？这只我自己收。等等，当你想卖那只表的时候再来找我。改变处境都变。